致电你恐怕不方便，但是其实我想一见，过去愉快在旋律中纪念，偏偏不可再现，偶尔在线遇见，有礼貌的劝勉，那隔膜其实明显，明明从前共你天天相见，到后来发现人会突然再不见，真的我怕你有天连自己都不要，为何垂头看自己的目标。电视机加油，一定得，加油！中文同学要加油，记得保重身体，预备你的 DSE。好啦，加油！中文同学加油！系咪要读书啊？系咪要读书啊？各位中立嘅同学，祝你哋考试顺利 ，DSE 加油 ！All the six students keep on fighting, you can do it！ 中文嘅同学加油啊！各位中文嘅同学努力啊！而家去到 DSE 最后冲刺嘅阶段，俾心机，我哋老师会支持你哋嘅，加油加油！但是過了之後你還覺得這幾個月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，加油！考 DSE 的你加油，中六同學給心機啊！方式加油啊，給心機溫書啊，努力考好試，加油，明白沒有？中六同學祝你們 DSE 成功，中六同學加油，方式同學加油， DSE 加油，好 DSE 加油，加油！中六的同學，你們要讀好些，考好些，加油 ！DSE 加油 ！Form 6 DSE 加油 ！Form 6同學加油加油加油再加油！中六的同學 DSE 加油啊！為何垂頭看自己的目標，像幽冥不高了，然後開始自驗，我怕你最终连开心都不笑，到那日人变完了，终于哭了，天都哭了，成长中的我们极渺小。